信华慈善基金会根据台湾各地善心人士的帮忙通报下，协助了许多贫困个案。这些爱心事全都是凭借我们所有善心人士、企业商家的善款捐赠帮忙，才能够如此顺利地做好善事。我们真诚感谢有您，信华慈善基金会扶持台湾各地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。这个扶贫济弱的计划，就是希望能让所有困难的朋友知道，台湾的真善美一直围绕在他们身边，同时也期待他们在大家的善心帮忙，能早日走出困难，为生命助力。我是盛竹如，恳请您持续支持信华慈善基金会扶贫济弱计划。信华慈善基金会，急难救助，专业慈善。